欢迎你收听由灵命日粮食工制作的乐灵祷文。今天的祷告主题是培养健康的爱好，作者邓永照牧师，朗读无名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在我的生命中赐下满满的恩典，加给我各样的福气。如今我已离开职场，开展人生的下半场，无论是继续努力去达成未了的心愿，或学习新知识与新技能，或担任义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或与亲朋好友相聚，还是做别的事情，我都求你引领我，帮助我善用体力、精力和时间，以言语和行动来荣耀你。愿我在退休的日子里仍蒙你赐福，继续享受丰盛而美好的生命，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如果你想更多了解与祷文相关的经文，可以查考《约翰福音》10章10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31节。